可以了。嗯，副队长安排每个人坐到哪里，坐到哪里，知道吗？安排队长，我要坐，我要坐，很烫，我要坐。啊，吴超的，赶紧快点吃啊！一会儿还有任务呢，一会儿要执行任务。啊，真热呀！你要吃面吗？你想吃面吗？但是太烫了呀。好，那我就吃。那你不喜欢我了？芭比，你不喜欢我？没有啊。因为你一直捏我的脸，我还不确定圣诞人。你只确定喜欢我，因为我不摸。圣诞是。你可以回来我吗？我还是很喜欢你，我第一个喜欢你就是你。那好吧，但是我不会用筷子。不要喂我。啊，说啊。啊说啊。哇塞，这叫好厉害。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闭上眼睛缓一会儿，一会儿就没事儿。